谢谢你。我真的会开始直接吃盐巴，但好吃。但是我觉得我吃过，可是我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。它有一个是紫苏的味道，一打开就有咖喱味，好酷哦！我第一次看到咖喱盐，因为太饿，我现在真的会直接吃下去。哎，我真的到下午6点的时候，我已经14个小时没有进食。我真的会开始直接吃盐巴，那咖喱盐真的好香哦，我好饿，蘸一点盐巴来吃，好吃啊！想鸡吃肉。饿到直接开始，没有在等相机，真的很香哎、欸。また少し揚げ時間セットになります。エビのホタテ、ロースオーバー、ウインナー、キスオーバー、つくねのチーズ、ささみ明太マヨ、スナズキになります。很漂亮哎、欸。加一个蛋黄，吃起来 QQ 的。吃一整个，超好吃。煎蛋黄真的比较好吃。那要蘸蛋黄，要蘸蛋黄。这很神奇的东西，那时候有搞加香肠之类的。嗯，哦，这很神奇，这好像是什么丸子里面包起司，起司肉丸之类的。很搭哎，蜂蜜麻薯的甜点吧，很厉害的。我觉得海胆牡蛎很可以，突然觉得重获新生的感觉，想要一辈子待在这。这个长得很好笑，超像独角兽的那个角，很长一根。好啊，这时候看一下价格，然后再决定要不要继续点。又2万，等下又2万了。如果是全部2万很 OK 的，一人吃2万。感觉像青椒，先给摄影机吃。我觉得可以。我剩下鸡肉丸好了。哇，真的很好吃，只是确实会比较吃不饱，因为好像是鸡肉跟马铃薯还有 cheese。天哪，还有仙女棒！仙女棒太浪漫了，仙女棒很浪漫哎，很可爱。可是我对为什么那个烟味有够重？不过气氛不错，我觉得还蛮好玩的。觉得在这家吃饭有出来玩的感觉。那你们上次2万日币有出来玩的感觉？我不知道怎么形容，你觉得要怎么形容？我比较痛的感觉，很痛的感觉。我其实觉得茄子蛮好吃的，蜂蜜麻薯。但为什么上面看起来像咸的？外面是麻薯，然后炸过，然后里面是芝士，就是 cheese。不觉得它很有层次吗？很好吃，离不开日本。我需要再点一个芝士麻薯，因为它有蜂蜜麻薯，然后有芝士，然后有炸。嗯，他把纸挖掉了。还有葡萄冰哎，我家以前会这样吃葡萄冰。但是我们吃的太好吃了，它是真的好吃哎，很好吃哦，我觉得真的很好吃。直接再点2只。加蛋黄很酷哎，没有看过。我的麻薯呢，都叫做炸冰淇淋，不可能不好吃吧？它的表皮是有撒盐，对，它有撒盐。但感觉好像是麻薯偏甜哎，它就是有点像奶油。要小心，它会爆浆，它会爆浆。我发现我们都没有用到咖喱盐，直接被那个食物冲昏头。它长这样，这好吃，但是我觉得我吃过，可是我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，就是有吃过，可是想不起来。你不觉得很像什么东西，但是想不起来？它一人一只，直接给它点下去。对啊，这家很好吃哎，很多小东西是台湾没有的，这个上面的这个东西，可以可以。有点像生肉。拿一个葡萄柚，好肥。有一点点苦，葡萄柚本来就这样，我还是要吃吃看咖喱盐。重叠的手，淀粉炸弹，淀粉的快乐。哎，影片已经结束了，你怎么还在这里？已经追踪我的 IG 了吗？如果追踪了，要记得帮我订赞、按阅、追踪小叮当哦。拜拜，我们下次见。要看一下多少钱了，到时候又喷了2万日币在这里，直接给他点下去。我想离开日本，好好吃。